位業界、各位傳媒的朋友，好歡迎你嚟到呢、這個遊戲展。咁更加要多謝就係呢個大會嘅主辦機構，咁俾呢個機會俾我哋啲協會咧，可以同佢一齊協辦呢個遊戲呢、這個講遊戲嘅forum啦。咁啊，歡迎大家同埋午安。多謝各位。咁其實咧，我哋呢、這個我哋呢個協會咧，係香港遊戲協會咧，就係、係個咩嚟咧？我哋好係一班好有熱誠嘅。嘅 developer 即係多，我哋係 CP 即係叫咩咧？就係叫開發者，遊戲開發者，好熱誠啊，熱心嘅開發者咧，好希望咧就透過大家建立一個平台，就透過結合分享個經，大家分享經驗啦、產品同埋心得咧，令到大家可以有個得著，學習互相學習同埋同從而提升水平。所以我哋鼓勵業界多啲溝通，同埋嚟到可以擴闊視野。咁其實遊戲咧係一個好專業嘅產業嚟嘅，一個好專業嘅創新科技嘅行業嚟嘅。佢可以能夠改變咗人同人之間嘅交往嘅方式啦，即係譬如而家好多人識朋友都係基於認識嘅。同埋令到咧，整個呢個世界嘅價值個視野咧，係可以大家可以接近。咁同時亦都推動咗好多其他產業嘅衍生啦，譬如話推動咗 big data 嘅應用啦，同埋相關行業嘅產生。咁其實咧呢、這個成個遊戲產業咧喺世界嚟講收入啊，以根據。其實最近廣東省的遊戲產業協會咧，就做了一個調查。咁咧，佢哋根據佢個資料咧，全球遊戲個行業的收入咧，係達到$9.05 billion。咁遊戲公司其實現今個遊戲公司，無論喺營運同埋管理方面咧，其實係同一般嘅公司咧係冇乜大嘅差別，都係。所以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資料啊，少俾少少分信息分享。咁希望咧大家可以團結，令到呢個香港的遊戲產業咧更加可以向世界發展。咁多謝各位。多謝方先生嘅。